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这礼拜无几日，要和大家分享的俗语：鱼食流水，人食嘴嘴。鱼食流水，人食嘴嘴。咱人为着要生活，除了和厝里的人住做伙有斗阵以外，和外口人接触的机会嘛足多。若是嘴尖，讲着话会顶人气，有礼貌，有好的口才，甲嘴嘴，一定会有人缘，得人疼。人讲生缘较好生水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有人缘，就有好的关系，连带处处行行嘛拢会顺利。就亲像有冻着露水的花，开甲特别水。伫露水咧游的鱼，生着嘛特别规同款。一看情，比好运，三代情。一个人若要成功，毋是靠家己身体健康、腹肚袂胖胖，也是靠家己有天官地官的材料才会成事。嘛爱有各种的条件。互相配合，才有较多。比如讲，若会当得到外人淡薄仔的帮助，拄到代志有朋友斗走助，等等，才会当达成目标。不过，参别人伫咧接触的时阵，不管是伫学校、餐厅、公车、办公室、路头。也是公共场所等等。有熟悉也好，无熟悉也好，加减拢会拄到一挂口气、个性无合咱意的人。这个时阵，若会当甲嘴嘴发挥哦好势，郁郁伫心底，笑笑陪人类。唔惊遐人会发性地，先做甲遐人。咱拢知影，伫这个社会，人甲人中间，上重要是爱互相尊重。人人好，毋只有人缘，无烦恼。好歹在心内，嘴唇皮啊望宽开，也就是咱现代人所讲的 EQ 啦。阁有足侪俗语，甲咱教讲，好嘴地本。好嘛是句，歹嘛是句。心歹无人知，嘴歹上易开。人前老一串，日后好相看。总讲一句，嘛是花食露水，鱼食流水，人食水水的意思。这个拢是充满着咱祖先的智慧，甲做人的道理。咱爱好好啊，甲伊捡起来，甲伊藏伫心肝内，当作是第一宝贵的文化财产。培养好的人缘，创造上悬的喜酒，将来才会有正人的一天。多谢大家。